种情形，你看一下，因为我只是设定抵押，跟前面的设定抵押有什么不同？刚刚的设定抵押我有开票，现在是设定抵押我没有开票，没有开票，可是我有这个借款的事实，所以我叫做应收账款移转负债。移转负债，当我编表的时候，它是算什么？资产负债权益，它一看就知道不是权益的嘛。我现在讲第三种情形，贷方的第一个八月一号的分录，它贷方有一个应收账款移转负债30万。我现在问你的时候，应收账款移转负债30万，在我编报表的时候，它算是什么科目？算是哪一类的资产负债权益？算是哪一个？是资产的举手，是负债的举手。好，就勇敢举手。是负债的举手。说赔条吗？干嘛？无时间吗？好，好，这么少人认为是负债吗？啊，其他人认为是权益吗？认为是权益的举手。其他的人呢？这样举手起来，恐怕全部加起来不到10个人哎。景任，蔡景任，你认为这是什么？啊？好，负债放在哪里？好，流动负债。好，它算是负债，而且是一个流动负债。好，所以呢？这个既然是，所以它只是什么，跟我们原来刚刚讲的设定担保的有一点点像，它不太一样，因为我并没有把它从什么，从应收账，我没有产生新的票据出来，所以我就叫应收账款移转负债，它是一个流动负债的性质。所以接下来最后你要清偿，他如果收到钱的时候，我的应收账款移转负债要跟我的应收账款对冲，因为我的应收账款在第三种情形，应收账款在交易八月一号我借钱的时候，到最后都没有，八九月两个月当中都没有去充我的应收账款，只要九月底的时候我才一次把它做完。所以你可以看一下最后应收账款，你可以看到在我们的202页，9月30号第三种情形，我是不是借应收账款移转负债贷应收账款，最后我才把应收账款这个科目怎么冲掉，大家看懂吗？好，所以这个交易分录，这个交易分录呢不复杂，它没有什么太多的计算，但是你用什么样的科目，你就要了解这个交易本身权利义务的状况，你才能够找到适当的会计科目去呈现这个交易的这个整个的这个状况。好，所以这个是为什么要去提这个交易的意义哈？不在于这个交最近这样事例八跟事例九呢，完全不在于计算，而是在于这个科目。但是这个科目怎么用？我说你要先去了解这个交易本身，它代表是什么意思，权利义务是怎么样？好，我们的那个会计记录本来就是要反映出权利义务发生什么样的改变。好，这个请你特别留意。好，那第三那个应收票据贴现我就不讲了，因为这个在注会里面大家有提过。好，那所以这个我们就不讲了，所以这个第5章就算结束了。好，休息一下。